说话行，打错了，打错了，你等会儿耳朵聋了。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干啥呀？扯嗓子喊子。你这话都打好几遍了。谁呀？我哪知道是？挂。谁呀？骚扰电话。骚扰电话打好几遍啊？诈骗。老婆，老婆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烦不烦？人家在干活呢，你边边叫。没听你电话，你干什么？接电话。那接电话就不能接啊？啊？喂，哪位呀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又给我打电话了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你再别给我打电话了。怎么老给我打电话？我们都有各自有家庭，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回老家？你听谁说的？谁跟你说的？好好，你再别给我打电话了，行不行？我老公对我特别好，他要是知道的话。谁？啊？谁？打错了。打错了。啊？你当我耳朵聋啊？打错了啊？我都听见了，你打错了。诈骗电话呀？诈骗电话？嗯，我都听见了。你站着干啥呀？让我过去啊。谁？打错了。你当我耳朵聋啊？啊？又怎么了？都有各自家庭了啊？怎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打错了，快过去吧，吃你杏仁去吧。还什么？你什么时候回家他就知道。哎呀，消息挺灵通啊。那说着是老家的谁给我打的电话？老家的一个亲戚。编鸡啊编。编什么？老家的亲戚还是怎么还有各自家庭了？哎呀，老家的亲戚呀，那亲戚能不知道我回家吗？那就那么无意说的出了那么一嘴。你看你啊你。还无意说什么嘴。啊！干啥？干啥？哎呀，干啥？你自己想好了再回来。干啥？想好了再回来。不想好了再回来。快！干啥？干啥？人都闭门思过，我给你开门出去。哎，行行行了，不让人笑话吗？笑话？我怕啥？哎，你不怕，我怕人笑话。快！哎呀，行了行了。外面凉快啊！凉快什么？好好琢磨琢磨，想一想。不用想。不用想，不用想。你说不用想，不用想。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电话来，完了之后你还有理吗？谁打的？不就是那啥吗？以前上学的那个前男友吗？你看你，你不告我那什么什么什么电话，诈骗电话。你前男友改职了，改成诈骗犯了。那我不这么说的话，那你咋弄？我不怕你生气吗？你怕我生气呀？啊？你是看我好糊弄吧？啊、什么？我看你好糊弄！啊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不怕你生气吗？我哪知道他会给我打电话？我哪知道他知道我回老家？啊、我不知道谁跟他说的。你哪知道？我哪知道你能听见？哎呀，啊、行了吧？哎呀啊！那你想咋弄？外面的。哎，行了，让人笑话。我怕啥？你不怕，让人笑话，怕人笑话，人家这两口子干什么？人家打仗，往外边撵。闹玩儿，哎，行了吧？那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还问我想干什么？干你自己该干什么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赶紧去给他拉黑了去。